好嘞，乡亲朋友，谢坤过后，转到节目嘅现场咯，捐款提醒大家吼，了解有问题，想要问现场嘅来宾，做下是来利用嘅时间，打电话到现场了。韩国呢，眼镜笔虽然来同大家来小解目睭啊吼，目睭用嘅东西是捐款咯吼，然后湿度度好，唔好湿度，韩国爱提醒乡亲朋友吼。啊，那个啉酒怎么事情哦？吼，你系你广东不都吃个安全，咪不都平均个安全啦？吼，你系提倡嘅部分，再过一摆来同大家来讲到，一下呢，你转到节目当中哦，再过来啊，继续老彭太高大，这一句诶，就系头先讲到应该一个浓度嘅部分哈，而且我们这边有上班哈呢，你讲讲一摆可能无糖都按上色哈，即讲诶，你嘅啊，一个浓度酒精浓度哈，系老物嘅东西系亲友关联性诶，材料材料诶，颜料。比例，好嘛哈？比如讲，你水嘅比例系一，应该一个马嘅嘅比例就爱，三嘛。一，好一到比三。哎呀，还爱按浓度较高的位时间。就会变，较多的可能会变四啊，变五啊，就佮酒精度就会较高啊。嗰种水系一。哎，酒精水冇变啊，水都冇变，哎，你个一个麦个可能你都老去加配，加配到伊，伊酒精就会较高。本来迄三可能加到六，就会变到六，哈。个酒精的浓度就会加到一加一配出来的。哦，迄个爱说酒精浓度含较浓的，含较浓的，佮当然就又这个再个加重量落去，加重量落去，嗰样就有一只问题的，你麦酒个酒精浓度算来其实冇按高。一般就是。差不多，安尼饮食的习惯啦，其实中国就无，就迄他家族安尼就三土都五土中间的安尼，中国就无像麦酒的啦，啊，中大又像饮料样的，所以佮都五土左右的，其实是地位就会有个，有个水地位安尼就，好，安阳平古说呢，吼，伊也较讲到嘅，吼，真是啦，吼，伊麦酒有麦酒嘅蜂蜜。古时候呢，其有其古天嘅一只比例，诶，无听错讲，啊，我也爱识讲酒精浓度一定高嘅，人家做来做一个面试贴片嘅尿嘅，然后也无咩无一天爱按样做啦，就做一一般嘅，吼做法做出来嘅一个蜂蜜，就会听人讲嘅一定好嘅，吼一定好嘅部分啦，啊，用来楼上前面要来讲到，都将人讲到嘅吼，一个诶你嘅啊麦酒来讲啦，吼，诶你平时来一天时间食。啊，上班哈，你讲安补石头啊，而食得位也讲讲凤酒，啊用对养生以后啦，一天时间，啊来食呀，诶，麦酒算系讲功夫啦，还个功夫，也讲讲到上班哈来讲呢，就系讲真讲食下去啦，吼，也偷心凉的感觉，吼，真是吼，也讲就是用台湾人的习惯了，饮食习惯了。诶，既然讲食凤酒，有安用嘅，啊你讲。什么人来讲啦？吼，安不成是一定来做，会做的。在做的。嘿，讲一般来讲，食麦酒当然乡亲朋友可能会懂上个地讲，哎呀，算了，有哪条的好处啊？麦酒有嘛个？因为除了功夫以外，其麦酒食的，其实有养颜美容啊，哦，对身体也会一个好处，就他讲是的嘛，因为其皮肤会变好啊，个的，还有。一天嘛，食得较凉啊，对营养其个维他命 C 个就丰富嘛吼，所以讲撇种个东西无安个营养啊。古时候地方都具有一个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， 哈，韩国这里维他命 B 群，哦 ，B 群咩有？韩国的安尼，马个地方都个本地个一扎营养成分，营养成分，哦，分起来，它有可以润皮肤，就变皮肤会变好啊，小姐食得会皮肤。幼咪咪啊，皮肤诶，哎呦，拍枪拍枪啦哈！啊，一般来讲咧哈，哎，你就啊，说一天时间不是很多，两天时间可能你就还少些的哦。因为两天又煮你的水的东西，就像你饮食水一样的，饮滚水一样的，两天就较唔会缺乏啦哈。就唔会衰乏，一天就靠缺乏咩？反正一天嘅目睭都亲油受露啊。寒天都大家都唔会食，较少。所以讲都比较讲啦，吼，热天时间就会饮食差，也寒天时间你就唔会按多的差，还中央的脱离啦，吼。好，讲到亚维亚上头前面有当上一点，也既然讲食麦酒吼，对亚个身体空间啦，也喺各方面来讲啊，吼，而且
色嘟嘟好，当然是最好的哈。嗯嗯。用的色墨就真系最正确的，像俺平时啦哈，有导演啊看到哎呦贵干的，嗯，一讲哎呦拿来。可以就可以是里面哈，有的人就他斯文，他就用鼻液来说，哎，什么就恩用的是张黑，他正确的方式，他亲和解。要用鼻液来说，就他听出来说起又他正确了。哦，用鼻液哦，然后去用听出来。错错错。不过呢，用个鼻液来讲哦，我记得了哈，你讲鼻液个种类咩动作，要用细细鼻液。错错错。他太一点的哈，他高一点的个玻璃的鼻液。韩国人家先从看到的，一般都穿汤，看得到的墨酒，是墨酒的专门用的鼻液。嗯嗯。既然有专门用的鼻液，应该有代表的嘛个意思，是也最适合的嘛。啊，是啦，一种东西就讲去穿汤去，就一个。唔咩好看，天天哦。唔咩好看啊，就一个防偏嘛。意思咧就感觉有个透疏嘛。嗯。诶，佮鼻液即个甜，即个哦。朋友也着强下来，要国家的关闭啊，吼，就在说放松他的心情嘛，吼，还是安尼情形啦。嗯嗯嗯。好，故说咧，安尼就一个毕业来工作，安尼要用玻璃嘅毕业，我老去变到变上去嘛。唔是。因为讲石康工人嘅有一种嘅像墨酒嘅毕业哈，佮东岸有一层种人做得变到变枯嘅样嘅结冰嘅种嘅东西，讲安用哪来？深刻就会一定好的。对了，其实就老人家本地的穷养意思啦，其一般就是说不像要磨病呢，一多多呀呀一种鼻液落去的，一多落去就会有病嘛。哦，有病的意思。啊，像要种族不是，其实本来其实有个人东方人农场方本地的，一出来就本地的。古所也哈也一吐就系头先讲到上墨酒，哦都一个鼻鼻液就玻璃嘅最好，即玻璃嘅，要到一件嘅视觉型嘅眼型嘅都冇冇乜相干，冇相干。韩国鼻液讲一保持强力系冇，系啦，一保持强力啦，啊，洗枪啦，先讲嘛该，其实冇洗枪冇嘛，其你讲十多几位都相关冇啊。哦，我有菌带到去都市上。哦，笨蛋，安尼目睭底部都会两个酵母也掉个，一个个菌类个好个，对身体有一个空间有帮助个，消化各方面会较好个。错错。结果呢，吃到无空间个东西，学做个东西，都按个年代吃落去个，变到好个东西又变到无好嘞。错错。也就是因讲到卫生个问题，要注意。卫生个问题错。好，因讲到也会可能向亲朋友讲，想讲吼，安尼食下目睭鼻个做安冲药嘞吼，一个鼻安冲药。你先从啦吼，入边又看到又系，也同橙色嘅，也系你讲头先讲到生啤酒咩吼，手工啤酒，也哈先从爱就吃点可能啦，我想乡亲朋友咪懂上爱啲讲，所以有生啤酒食起来都系你唔食食过咩吼，真系很用嘅一种意思，也很用嘅老几填出来，做咩一啲嘢，诶，一毕业吼，拿来佢一般都。三五个朋友里面就这样吃吃都这样的，要多了。要量嘛？如果要要量吼，你要毕业吼，爱恰恰，莫别吃接触，几个破。毕业要大恰啦，吼恰恰。破就唔会哦，安样。你炒啊，有等于多么少个破一道呢？嘿，有破还好，也冇破还好。有破，强度咩唔好，度火就好。强度咩唔好？度火就你讲伊要停出来也破呀。还是最标准，像房间一样啊，一般一般的嘛，试试看啊。好好，来，Andy 哈，来看他哈，乡亲朋友们坐着来看他，也按用一笔。好，一般人也个目睭来讲，停的时间、站的时间就按用的最多哈，做唔得像我停到能不能？做唔得，停到能不能？就嘟嘟好个就好了。嘿，停到能不能？伊会徛伊就会扑出来。哦，古说按用来啉，哎呀，喊来泡汗，伊会时间做爱啉，也系等一下。按啉一般人的习惯就按啉较好些，也哈按用啉，哎，操操操，又破又油的，哎，不小。真是的，乡亲们，有爱也哈按用皮吼，给麦酒的香味吼，就老人一般平时人讲到一干一干的各种的麦酒的香味，完全无香用，真是同香的阿啉看那里。有嘅。甘甘甜甜，有一滴滴咧，你咩冇想顺咧？叫做甘甘的米丝，还有麦的个香米，几个像顺一样，叫做酵母。
家住老人一般来讲，都给要敷的目睭完全无缺氧啦，完全无缺氧，也迄个安用的目睭来相信。太假死啦吼，死啦都听从要调到，吼听从要十个人讲还要沉迷呀。我有一朵珠，哎死人目睭，哎呀。十个个后个在直播度个一个米西，吼妈个米西。哦，色彩一下就鬼杂个做地方就很香哦，一暗香个就真正伊讲个，对，去德国个位，因讲福州来个技术嘞吼，哇，好色好色，从今朋友上海地有几好色个，可能真是爱吃咖来啊，吃吃看那里吼，哎你个啊，目睭酸起来啊吼，还有啊内头个因讲色的时间要注意嘛，个讲一下暗用吼要泡的时间，来说是最好个。还要注意呢，就应该下天讲个技术来了，大家来讲多先，都要不要来聊下嘞。